Maria!你这个很危险呢，几乎90%都是我们真的在放火的。你过来，然后就说你继续包一个火药，然后在你背后炸。迪哥，有事好好讲。迪哥，有发生过重大危险的吗？在拍戏的时候，然后师傅就说这次给你按，因为我人生第一次按钮去爆破。然后他的剧情是去讨债，然后外面很多的陈设。最重要是那个很大串的一个传统鞭炮，然后我们是要引那个鞭炮，然后导演就说，等一下我们就试着 re 一次，大家都跟着机器走，然后师傅就说，好，你要准备好，你就要按，然后我就跟着看导演说 action 的时候看，然后那一瞬间我就不小心按了下去，彩排的时候你就直接把它按下去，因为你听到 action 你就按了，我就按下去，我们就傻眼，我就跟师傅对看了一下，说这个该怎么办？师傅看到那么多鞭炮，整个心血搞了一整天，结果他一按，啪啪啪啪爆起来，他也只好没办法，只好说恭喜恭喜恭喜。心机的大街小，不要浪费，然后恭喜。赶快先恭喜就对了。啊，你自己跳没戏，因为那个 setting 一场，你还要清掉那些，然后要重新 setting， 哇，不被骂死了。差不多，那怎么办？重新 reset 的时候大概一个小时了，然后我就跟师傅赶快去买饮料，请现场的剧组的人，然后现场也等大家一小时，都停下来等了。施工就其实也是蛮严厉的，对，就是那次就是他设计一个爆破的程序，然后当下我接错线。我接错，它是有1、2、3的程序，我一次把它全部炸掉。然后它整个砰砰，对对对对，砰，要有顺序，它一按，砰一次，对，然后施工说你过来，然后就说你继续包一个火药，然后在你背后炸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你要知道那个火药的量，然后安全，你爆了你安全。所以我们报演员的时候就是安全的，一定是安全。不是要惩罚你，他是要让你知道。对对对，他知道说我安全，演员一定都是安全的。我们也拍那个中弹那一种，是里面放一个铝片。对，放个铝片，然后一个药包在这里。第一次想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嘛，火药，砰一声，自己还是真的会被吓一跳这样。因为我们是中弹要用演的嘛，越往后，对，砰一声，照理讲是要演，这种感觉嘛，对不对？就砰，哎呦，哎呦，抖一下，那个 NG 了，对了，再抖一下，那个朱导从后面，可能你们中弹那么开心啊，这一定要被骂了吗？蛮常发生的，嬉皮笑脸，还没有经验呢，痒痒的吗？还是就知道有一个洞，啪。上一下，那他你要中这几个地方哦，他就分别，然后身上有导线，他们在那负责。我会这样砰砰砰砰砰连续的，对对啊，你如果打中这里，你才能这样又不对。错了，你自己还要记那个点，要，火神的眼泪，各位。那个是火场的嘛？对，哎呦，这个很危险呢。几乎90%都是我们真的在放火的啊。对，然后 CG 的部分就是我们真的没办法，很浪的景才会去添加这些 CG， 因为导演比较喜欢逼真一点，所以我们在边放火那怎么办？你还要控制那个火的燃烧？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在现场就是前面在放火，我们在后面在流汗，因为里面太闷了，太热了。对对对，就是闷到有点不行。哇塞，演员各种的那个都很辛苦啦，好不好？你们在看的电影，看的这个电视剧，结果没有办法看到他们，永远的幕后金，我们的英雄，对，没有他们又真的就通通拍不出来了，好吧？他们那个是爆破，爆破啊，这些动作，那要配合啊，他们是要。去年金马奖也有入围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女鬼桥，女鬼桥二，台湾的这影视啊。其实反而拍得多的，对，但是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未来这电影的我们的 marketing， 我们的市场在哪里啦？我们需要的是市场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介绍一下怎么会入行。痞子英雄的时候有来那个学校来甄选那个演员，甄选到最后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我跟我弟是双胞胎，然后最后导演只问我们说，要不要直接来那个加入动作组？因为
双胞胎，然后又有动作，又会武术，嗯，对，然后就这样子加入了。对，蛮眼熟的。这不是你弟弟啊？不是，这不是，不是。你们是同学吗？不是，他是我前辈。哦，真的。那、啊、你看起来比较老很多，需要保养，保养要怎么讲出来啦？没关系啦，一口气同时吊15个人呐、啊。威亚，威亚可以吊这么多人，这可以，嗯，可以，只是那个真的比较麻烦。那你们是在拍《阿凡达》的？不是，飞来飞去，或是蜘蛛人吧？好多人，哎，到最后《阿凡达》都打结了。对对。前年那时候去那个横店戏，对，刚好拍古装。哇，横店现在那个酒店盖的还不错。对，是吗？他比较清楚点。不，以前没有酒店住啊，住很烂。听说都住很烂，其实我现在去也是没有住很好啊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可能因为比较底层人员吧，哦，那因为他是天王嘛，对，那是不一样。你那有客厅吧？哎，房间。哎，越聊越伤心，不要再炫了。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再聊了。不可能没有浴缸吧？没有，真没有。那一定有阳台吧？对啊，一定有阳台。阳台有，就只是单纯的一个小套房，一个床，窗户，然后淋浴间。对，哇，好苦哦！啊，你说说你的那个，你从客厅到浴室要多久？走多久？先是一个客厅嘛，客厅进来就是我的大房间的，右边是一个另外一个大房间，就是一个有浴缸啊，啊，厕所啊，一个干湿分离。好像说叫外卖要去开门，还要骑狗狗来，都有自己的厨师。还要硬讲，没了啊！结果怎么样？吊威亚15个人呐，15个人那时候是好几台吊车这样子，然后那时候刚好有分我们自己的武行跟外围武行，然后那时候外围武行也是找了100多个人，因为刚好要大场面这样子，然后那一场的戏是15个刺客，然后刚好在躲在屋顶上，然后直接突然间冒头的时候，然后就这样从屋顶上这样飞下来，飞下，对，很危险的。对哦，15个人出去，跟洪金宝、成龙他们都有合作过啊。对，怎么样？说说那个感觉。我觉得跟洪金宝大哥大合作的时候是比较有趣的事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哥大他其实很凶、很威武那种。对。然后那时候刚好去北京拍戏的时候，他们那个辈分分得很清楚。成龙看到他要立正站，当然啦，哎呀，哎，成龙本来坐在那里，他说：“哦，师兄，来要让座。”是哦，那私底下反差萌怎么样？本人没有那么胖，有变瘦。不是，那时候我们刚好在前置训练，然后在编动作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在编一编，然后大哥大就很凶的这样子骑着那个电动车，然后走进来，这样开进来，然后看到我们，看完的时候，然后就回到自己座位上，然后他说：“你们刚刚那什么，全部给我看一下。”然后大家打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间站起来，然后说：“你们突然装什么？”然后以为可能我们接下来的话是在装什么难听的话啊，什么东西？对，然后他全部都很认真在那边听，吓死了，手叉腰，他们等，他说。因为想说他讲粤语就还好，他可能他那时候讲国语，然后说你们全部脑子都是装鸟大便吗？然后哇，好没有一个杀伤力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就我在后对，然后在后场后面就直接我以为要车前六窍了，对，结果是装可爱的。你们当然吗？能不能？你们这样很讨厌呢。哎，太猛了，太猛了。我们要来一个加码情景小短剧。哎，小大年哦，哎，新来，你还没有缴班费哦，没关系啦，交鸡腿也可以，天端、云端，乃至于末梢神经的那一端，都我来为您做报道。大家好，这是一只来自丘纳的烤鸡腿。喂，小鸡哥，你不要太超过了好不好？起码先暖啦啊！我不要靠的啦，怎么样？我谁管你庙口还不要靠的？你动我试试看呐，阿凯啊，出力啊，出力啊！哎呦，啊，怎么了？哎！哎呦！哦，不要打到我！啊！你过来了！哇！这个没有。
叫我。哎，新来，还蛮能打的嘛哈。啊，包的鸡腿回来。怎样啊？不是很能打吗？啊！迪哥，迪哥，有事好好讲。迪哥，安诺啊，你个球框麦啊！啊！你不是很能打吗？你在动啊！你在动！你在动！他们身上有没有这个爆破是从外爆出来？对，所以你的弹孔都在。太正点，太正点。哎，热情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